我哋女仔倾下偈先啦，系崔如，系喺度。今晚攞咗两个奖，系最开心攞到呢个奖咧？两个都开心。系，我谂大家好想知嘅就系荧幕情侣呢个奖啦。继新加坡之后，马来西亚又攞埋咯，咁我谂住扫埋落去咧，香港都攞埋咁样。香港好似冇呢个，竟然。香港冇呢个，系因为本身其实有工作人员同我讲话，喺新加坡攞咗之后，马来西亚一定攞唔到嘅，因为好少會兩邊頒俾一個人嘅，咁我所以一路以為係冇嘅，咁點知有，其實自己幾感動，咁同埋個感覺好似去每個地方都有好多人去祝福我哋，咁所以感動嘅，多謝。係，但今次要自己頒俾自己啦。上次有人喺上邊新加坡示曬愛咁樣噶嘛，今次會覺得少空虛啊，隔離。係啊，有啲啊，因為本身以為冇咁。同埋因為佢冇嚟，所以更加覺得冇啦。咁但係個感覺唔同啲嘅。上次因為兩個人一齊分享呢個喜悦，咁今次就係自己感受到嚟自馬來西亞嘅祝福嘅喜悦。咁呢個感覺係都好正。係佢 feedback 上面即係冇話俾佢知 send message， 喂攞咗獎啊嗰啲咁，佢有冇？我已經有公司嘅同事已經拍曬片 send 咗俾佢啦。係。所以佢已經知道啦，即刻。係。OK， 好啦，咁就問阿謙仔先啦。謙仔今日就攞咗呢個角色獎啦。頭先咧，唔知點解咧個鏡頭好曳啊！即係喺台上邊你攞獎嘅時候咧，影台下。係咯，係咯。佢攞獎影下我咧。係咪留咗其實喺台下嗰咩表情啊？攞獎嘅時候可能都開心㗎。佢咩表情？頭先你話如果影埋你就好啊嘛，如果真係影你啦，你如果影我，我梗係一個加油打氣嘅。係充實嘅表情咁樣，冇錯，充實。係啦，又翻到嚟馬來西亞啦，知道其實咧，謙仔同埋翠如仔馬來西亞都好多粉絲啦。今次即係喺佢哋嘅票選上邊攞咗呢個獎翻嚟，有冇啲咩特別嘅説話要多謝，或者頭先台上面漏咗嘅都要講翻嘅咧？其實真係好多謝一直以嚟馬來西亞嘅朋友對我哋嘅支持啦，同埋其實馬來西亞帶俾我好多嘢。喺其實我開始拍 TVB 劇兩三年之後咧，我多咗嚟馬來西亞。差不多是我去得最多的國家，那我在這裡都很托大了很多商機，所以就很多謝你們對我支持。是我自己就其實馬來西亞之前從來都是我的傷心地來的，因為我這裡有我最 close 的朋友，所以逢親以前一難過的時候就來躲在我朋友家裡、但是今次個感覺就好唔同咯，因為呢個變咗個開心嘅地方。咁其實我叫我 close 嗰個姊妹上嚟嘅，但係厭倦問上嚟。有冇 send message 俾你啊？睇電視直播啦，應該。佢應該佢我未收到啦。如果真係冇睇嘅話，佢死得㗎啦。好啦，現場全部朋友有冇啲咩嘢想問下兩位呢？有嘅話應該防舉手嘅喎。如果冇嘅，我想繼續問多一個問題，就係、其實兩位都有拍馬來西亞同埋香港合作拍攝嘅節目啦。覺得今次呢個合作嘅過程係咪啊？同馬來西亞嘅 crew 合作，所以都好正喎。想唔想繼續 encore 落去咁樣咧？係好正啊！真係，因為喺呢度我哋拍咗姊妹圖，咁姊妹圖成班幕後實在係好專業、好快，咁變咗喺呢度，我哋拍攝每日三點零鐘就收工，跟住就開始去不停咁食啦。最開心咪早收工。咁跟住同埋出到嚟，大家都話效果好，咁我聞説話嚟緊會再開新一輯，咁就已經話定希望可以有我份。佢一定手咁樣。係。好啦，謙仔今年好好彩可以拍《升級健康》，咁啊同當地嘅顧客合作。其實我每一次出發拍劇，唔係拍嘢咧，我都好開心，因為好似一個小朋友去旅行，係包食包住，做乜都玩添。咁雖然今次升級健康啊，其實大家睇嘅話，其實係幾辛苦，係真係逐啲講句粗到嘔，即係因為我做咗個健康。你不嬲都已經係大隻嗰批嚟啦，都你都粗到嘔就好緊要噶啦。我諗各位全部都覺得我應該瘦咗，冇話冇話，但係好近。其實真係講，你塊面細咗好多。因為我希望可以嚟緊升級健康，再健康啲見大家。係，咁啊嚟緊好快就萬千星輝頒獎典禮啦。兩位用唔用一個咩心情？即係尤其是有啲斬獲啊，或者嚟緊有呢、這個即係我哋香港嘅視帝視後所有嘅頒獎禮，崔如同埋謙仔有咩心情啊？我好緊張啊！係咯，我好緊張就係今年嘅時候我
我好想知道，本身以為喺呢度會大概會知道阿雅田同埋定欣邊個攞咗先咧，咁而家兩個一齊攞，咁所以到時應該係一個好大家好緊張嘅一個位咯，係。會唔會有啲再續前緣喺香港都領過雙視後咁樣係嘛？希望啦。係啊。雖然你都有份。所以嗰個雙視可能阿田我呢啲攞嚟擺人數都 OK 嘅。即係冇乜信心啦！我嚟緊睇佢哋攞。我零㗎，但係我希望佢哋有次第一個攞都覺得好開心。係，謙仔咧。今次機會咧，我可以咁講，大家記唔記得阿陳豪有一套戲叫做《陪著你走》啊？係。呢套戲其實我都做。咦，咁啱嘅我都係。係啊，我喺呢個文件升官頒獎典禮就係做呢套戲。陪著你走。